谢谢我们的小朋友，谢谢。
我们再稍等一分钟啊，稍等一分钟。同学们晚上好啊，欢迎来到谭作课堂，这里是飞镖机械的 VIP 课堂啊。能够听到老师声音的，给老师打个一。其他同学都听不到吗？其他的同学是不是在打酱油啊？好，我们正式开始讲课啊。天气虽然有点冷，但是同学们的热情依然不减啊。能够来到这个课堂上课，非常不错啊。吵没关系啊，吵这里没办法，人相对有点多啊，但是能不能够听得清楚，如果能够听得清楚的话给老师打个一。这堂课呢我主要是讲什么呢，就是因为上堂课的话，因为有很多同学对这个机械这个交通工艺不是很了解啊，所以我这一节课的话，主要就是讲这个加工工艺的问题啊，主要是讲工艺的问题，包括车还有铣啊、数控，主要是讲数控方面的啊，主要是讲数控方面的。当然，这个普通的加工工艺我也会稍微提一下啊。如果这里的同学有这个适合做这个教案例的这个素材的话，也可以发给老师啊。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像这个加工工艺类的啊，可以在这节课堂上面，我们可以一起分析啊，一起讲解。我先讲这个车啊，讲这个车。车床的话，车床加工工艺的话，在这里的同学有没有熟悉的，熟悉车加工工艺的，给老师赶紧打个一。有没有？都不懂这个干货，什么是干货？像这个加工工艺，就是对这个设计的话，其实也是提前的一种预热啊，一种预热。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如果做这个机械设计的话，既然是这个报的这个飞镖设计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讲过这个工艺啊，
因为这个工艺的话，你如果是不懂的话，你设计出来的东西可能很大可能啊，不是很合理啊。在这里的话，所以我特意提一下这个工艺，普通的工艺呢，我就不怎么讲啊。普通的工艺，像这个车的话，我就稍微提一下啊。像这个的话，当然了，工艺也算啊，工艺也算，这也是属于专业的那个知识啊。工艺也算啊，也是属于设计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啊。从这个蜜粉盖的这个第一眼看上去这个结构来说，同学们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希望在课堂上啊，同学们能够踊跃发言啊，能够踊跃发言，不管对错啊，不管对错，你如果不管你知不知道啊，都可以踊跃发言。两面都要加工啊！我标一下，这个位置是一个45度的倒角，然后这边的话啊，这里面的话是要求密封的啊，这个面。但是如果设计的话，不懂工艺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根据什么样的思路去设计呢？如果假如就是一个这样的普通的盖子，普通的这个密封盖，那么你们怎么去设计呢？你们的思路是怎么样的？我想问一下。假如这是一个铸钢的啊，一个铸钢的盖子。因为我的计划是这节课就专门讲工艺啊，专门讲工艺。如果是下节课的话，我就不会讲这个东西了，就直接讲那些选型之类的啊。这个工艺的话，所有的同学都懂吗？那你们主要是接触哪方面的工艺？像这所有的这个设计里面啊，工艺肯定是要有的，工艺是肯定要的。为什么呢？你如果不懂工艺的话，你确实有很多零件的话，当然这只是还是零件啊，还只是零件，还没有讲到这个整个的这个设备啊。如果是整个设备的话，那你考虑的工艺的就更多了。对啊，工艺是基础啊，这个没错啊。任何一个厂的话，它都有工艺部门啊，都必须搞这个工艺。不管你是做产品也好，还是做设备也好，做工艺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是批量的话，批量的话可以用 CNC 啊，批量的话可以用速钢车。单件的，你用送个车的话，那就麻烦啊。这因为这个不是特别复杂，普车就可以了。如果是大批量的话，你如果是大批量的话，用这个送个车的话就比较快啊。如果是没有什么要求的话，没有什么要求，你如果是像机械维修的话。你如果是一个的这个盖子的话，你完全可以就是直接用普通车床车一个就行了。因为像这个的话，如果是要求不高的话，你就算开模的话，它还是要稍微车一下，因为它如果有配合的话，这个里面这个面，如果这个面有配合啊，有配合的话，你就要考虑它这个配合面的这个粗糙度啊，还有这个尺寸精度啊，不然的话，你到时候装进去的话，那没有什么效果啊。如果是大批量的话，很多的情况下可以用
看你用到哪个方面，可以用铸铁，也可以用铸钢啊。对啊，做铸件呢，有的地方可能会用到铸铝啊，铸铝，像铸铝、铸铁、铸钢都可以啊。当然，你要根据实际情况去用。这个地方的话，像如果单个的话，你实在有就是有废材料的话，在车间有废材料，你直接用这个四五钢就可以了，有四五钢的这个废材料。如果用235的也可以啊 ，Q235，看实际情况啊。你要用材料的话，你当然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的啊。这个也是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啊，就地取材啊，尽量节约成本，尽量节约成本。实在是不行的话，那你也没办法啊。这个其实很简单，这个一看就知道是车出来的。好，我们这个车的话就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一个简单的零件啊，一个盖子，我们就不多讲了啊。然后这个的话大家看到这是一个铸铝件啊。为什么是铸铝件呢？雕刻机不好搞啊，雕刻机不好搞啊。像这个的话，是以前在我印象中是一个加钢中心上面啊，加钢中心上面的一个专门导向的立柱上面的。也不能这样说啊，雕刻机的话，它做的该做的事啊，每一种机器、每一种设备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啊。对他自己的特长，就像每个人一样啊，每个人一样的话，他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基础不一样，见识不一样，他所擅长的这个方面也不一样啊。雕刻机的话，如果雕刻那个小字啊，或者是那个字模的话，字模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做那个肯定是效率很低的啊。如果是做雕刻机擅长的，雕刻那些小东西，做那些精细的东西的话，加工中心都是比不上的啊。雕刻机它有它自己的这个专业性。这只稍微提一下啊。这个是吧？这个是为什么用铸铝件呢？中间的槽，像这个的话啊，我讲一个，把这个工艺完整的讲出来啊。对啊，这个铸铝是比较轻，而且呢它能够满足要求就可以了。这个铸铝的这个工艺呢，首先的话它是一个毛坯，一块一块毛坯的板啊，铸铝毛盘，铸铝这个毛坯。我们呢要把这个材料先下好，两边留好余量，槽中间的槽是当然有个工艺啊，洗是肯定是洗的啊。首先呢，这个毛坯下好之后，我们留好余量啊。这四面呢、啊，不对，不是四面啊，主要是这里啊，这里，然后是这个里面啊，我标了红色的啊，看到没有？标了红色的这个面啊，都是比较重要的面啊。还有这个，那么怎么加工出来呢？有没有同学能够先说一下的？有没有就是说大胆发言，不管你说对说错啊，先怎么样，然后再怎么样？比如说像我说的刚才提示那样啊。一个毛坯先下来，有这么长的话，先下料啊，先下料，第一步是下料啊。没有，这个不是，当然了，我说的这现在讲的这个工艺是跟这个数控加工中心有关的啊，数控加工中心有关的，是数控上的工艺啊。这个梯形槽的话，有专门的刀具啊，有专门的梯形刀，
可以直接洗出来的，当然这不是一刀洗得出的，不是一刀洗得出的，它需要很多刀。你就算成型的话，像这个成型梯形刀的话，一般都是定做的啊，一般都是定做的。当然你在设计的时候，你就要考虑这个刀具的这个通用性啊。如果是这个梯形刀是买的有通用的话，你就可以节省这个很多时间啊。对，有标准的，有标准的梯形刀啊。你在设计的时候，你就要考虑这个槽的这个宽度啊，槽的宽度，还有这个面到这个面的这个深度啊，尽可能的用标准的梯形刀啊。你这样的话，既可以节约成本，也可以节省你这个等刀具的时间啊。这个工具呢，首先第一步，这个下料之后的话，你两面留余量啊，留余量惊喜啊，留余量要惊喜，这上下左右全部要留余量啊。先把这个所有的余量留了之后，然后就加工啊，加工，先把这个基准面一定要飞好啊，飞面应该知道啊，飞面懂不懂？飞平面懂不懂？懂得给老师打个一。有没有听过飞面？不会。那么有没有听过盘洗刀？就是像一个盘一样的，一个圆盘一样的，上面有个刀柄，然后下面那个刀盘上面有很多刀。对，就是洗平面，用不是用那个，不是用的立洗刀啊，是用的盘洗刀。为什么不用立洗刀呢？因为这个面一宽的话，你用立洗刀的话，它这个效率就很低啊。用面洗刀的话，它这里的话直接就是两刀就可以了。如果我们量一下，量一下它这个一个面是多少，80的宽。如果是80宽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选这个刀呢？选多大的刀呢？一般的情况下啊，正常的情况下，我们选的这个盘洗刀的这个直径，对，125可以啊，125可以，直接这样一刀就可以了。当然这个刀的话，它有个当然125的都可以啊，但是一定要比这个宽啊。这个刀的洗的最小的这个最大的这个范围一定要宽于这个宽度啊，不然的话你用两刀的话，它有可能有接痕啊，这都有可能啊。所以这个铝的话洗过来的话，把这个基准面洗好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洗其他的啊，洗其他的。当然了，像这个的话，你如果要先洗这边的话，你就先把这边作为基准面。如果你先洗这边的话，你就先洗这边作为基准面。至于哪边作为基准面问题不大，但是你要保证它的这个精度啊，这个上下两个面一定要保证它平行，否则到时候装东西的时候，到时候会是斜的，会有很大的误差，因为这是加工中心上面的配件啊，所以要求是比较高的。而且你这个加工的余量不能太大啊，至少是两刀，一刀初洗，一刀是初加工，一刀是精加工啊。这个了不了解？了解，给老师打个一。对，这个就是盘洗刀。盘洗刀它分很多啊，也分很多，这个它分这个刀片的性质不一样，它就是根据这个刀的材质不一样啊，它可以加工很多种那个材料啊。它有的是加工专门加工铸铁的，有的专门加工这个铝的，有的专门加工这个钢的啊。我们做好这个洗好这个基准面之后的话，然后就是这里啊，这里的话你装夹的话，装夹一定要有夹具啊，这个是不能用直接用虎钳夹的，一夹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力的大小的话，
这个很容易把这个铝夹的变形啊，到时候就达不到要求了。然后这个的话，像这个上面还有这些孔，还有这个面，还有这个圆孔啊，全部都是一刀出来的啊，就是装甲一次，不是一刀啊，是装甲一次直接加工出来的。这个夹具的话，这个夹具啊，不是加铜片啊，铜片也不行啊，铜片不行的。你们应该知道，电木应该知道噻。对，就是怕它变形，而且怕划伤这个表面啊。尤其这个里面的话，它是要装一个东西的啊，装一个东西。具什么东西的话，如果你们对这个加工中心了解的话，你们自然会知道啊。这两边是有这个平行度要求的，所以的话，这个上面的这些加工的这些部位啊、孔啊，还有这个平面啊，还有这两条边，还有这个圆孔，全部都是一次装甲一次加工出来的。像这样的情况下，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应该知道啊，刚才好像有个同学说过电木，电木也不了解，了不了解？知道电木的，用过电木的，给老师打个一。对啊，就是那黄色的，有好一点的，也有差一点的啊。当然，那个你洗的时候，那个电木也是很硬的，但是有那种黄色的啊。电木有很多，也有很多种啊。用电木做夹具，用电木做夹具，可以啊，直接就是压在这个，你看到这里没有？因为它这里有一个这个位置啊，有一个实体面啊，实面。所以压的时候，游离胶也没事啊，就是轻轻的压在这个中间呢、啊，这个加工孔的这个中间呢、啊，这个中间啊，就是一个这样的矩形块啊，就这样的啊，这样的，这个呢手画画的不是很好啊，轻轻的压在中间啊。因为这样的话呢，它基本上不会让这个铝的这个表面受伤啊。像铝的话，其实很容易被划伤的，所以这点的话，加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当然，你设计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这个情况啊。加工的时候，然后这两边的话，一定要标上这个平行度啊，还有这个底面的这个垂直度啊。所以，在加工的时候还要考虑的就是它这个变形量啊，变形量。像这么长的话，你还有这个里面啊，还有里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个设计的时候的话。我这里都没有倒角啊，都没有倒角。像这个接触面的这个外面边的话，这所有的面都要倒角啊，都要倒角。抬物件不行啊，抬物件不行。抬物件轻轻一夹的话，你这么长的话，你就算用两个夹，两个抬物件一头夹一个的话。还是会有问题啊，会有问题。抬火钳那个力的话，如果用手的话不好控制啊，很不好控制。你稍微用点力的话，说不定它就夹得变形了。但是你要看一下，这个有这么宽呢、啊？我们量一下，看有多宽，好像是300啊，300宽。你觉得小火钳有300宽的吗？小五钳是没有300宽的啊，所以呢，
加工这个的时候，是肯定是要做夹具的啊，肯定做夹具的，可以夹的啊，可以夹。所以在设计这些零件的时候，部件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它的可加工性啊，可加工性。如果你设计出来的是设计出来的东西根本就加工不出来的话，那也是没有用的啊，也是没有用的。这里能不能听明白？能够听明白的给老师拿个一。假如这里面是燕尾槽的话，燕尾槽的话还要里面还要开那个槽啊，还要开这样的槽，为什么呢？有没有同学知道？开这种槽啊，开这个的。有没有同学知道？我希望同学们能够踊跃发言啊，踊跃发言。其他同学都不知道吗？其实清脚是一个方面啊，因为像有的话，它如果是配合的要求比较高的话，如果它这个配合要求比较高的话，这个里面的话，它有的会磨啊，你像有的那个的话会磨啊。你看到这头没有？如果我们先加工这一头，是不是加工这个上面作为基准面的时候，后面是不是还没有加工？理不理解？这个里面那这个里面的这个槽就还没加工，是不是？能不能理解？在没加工之前的话，我们可以压这四个角啊，压这四个角。因为这个我刚才不是说的是助铝嘛，助铝的话，它这个下面的话，没开槽之前啊，整个这个下面的话都是一块石的啊，都是一块石的。我们直接可以做一块，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这个电路板啊，直接可以压到这里啊，这里压一头。然后这一头像这样的啊，也压一头。这个有没有明白？能不能明白？因为我们压在这个中间的话，当然你这个电路不能太宽了啊，你要保证这个刀的话能够进去啊，能够进去有足够的宽度把它洗出来啊。这个其实像洗这个的话，其实受力不是很大啊，像铝的话你不能走刀太快了啊，也不能就说这个不可能是一刀成功的啊，因为这个中间的话，当然这个我这个尺寸呢、不是标准尺寸啊，不是标准尺寸，实际这个梯形槽的这个宽度没这么宽了、没这么宽，所以呢这个梯形刀的直径的话，如果我们压这个中间的话是没有关系的啊，没有关系的，可以一刀把这个上面这个面还有这个梯形这个槽啊，可以一次性搞出来啊，可以一次性搞出来。中间这个面的话直接可以用那个盘洗刀啊，盘洗刀。如果这里留的余量不是很多的话，可以直接飞掉啊。因为像这个梯形槽的话，洗完之后的话，你这个当然那是加工那个操作者的问题了。它对刀如果准的话，可以调的话，洗出来的话也是同一个平面啊。因为像这个梯形槽的话，
七叶草的话，它这个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啊，不像前面这个，前面这个的话，它如果是装这个线轨的话，直线导轨，直线导轨，同学们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直线导轨，知道给老师打个一。知不知道直线导轨？因为它这两个面的话，要保证这个平行度的话，它这个直线导轨装在这两边的话，这个平面跟这个边一定要是垂直的，然后这个两个红色的面一定要是平行的，这点能不能理解？否则的话，你到时候装出来的话，到时候会移不动啊，因为它上面还要装那个。装那个主轴啊，装那个主轴。所以在设计的时候，这些地方的话，这个工艺的话，加工工艺的话，肯定是要考虑进去的啊。好，这个的话，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反正总之，这个的话，一句话啊，就是考虑它的可加工性啊，考虑它的可加工性，然后就是这个，这个面与面接触的地方，这个边的话，一定要倒角啊，一定要倒角，不倒角的话，它如果稍微有点毛刺的话，面与面配合的时候，它到时候就会有缝啊，压出来的话容易压伤这个另外一个零件啊。如果那个零件也是铝的话，那这个铝的零件就容易压伤啊，压伤的稍微有一点点那个的话，它就很可能不平啊。这点能不能够理解？还有没有不理解的同学？如果不理解的同学，直接加老师的 QQ，到时候下课直接再问吧。打圆角不太现实啊，打圆角有点麻烦，你直接打个那个，有那种专门的倒角刀，知不知道倒角刀？见过倒角刀的同学给老师打个一。就一个同学见过吗？两个同学见过吗？三个同学见过，其他的都没见过吗？因为你搞设计的话，你这个很多这个工艺的话，加工的话，这些刀具啊也要了解啊，什么地方能够加工出来，什么地方不能够加工出来，这些你都要考虑啊，都要考虑。好，都了解的话，都知道的话，我们就不讲这个了啊，不讲这个了。像这个的话，这个孔应该知道吧？这个孔应该怎么出来的？这个孔的话，就没有必要讲了啊，没有必要讲，反正就是跟刚才一刀那样的啊，一刀出来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是先开出，然后再直接加工就可以了。这个一般是没问题的，你设计这个东西的没什么问题。它如果要磨的话，它也是说一个那个啊，它如果要磨的话。假如啊，要磨的话，他也是考虑装配啊，考虑装配。因为你这个角没清的话，槽？哪个槽？你说的是这个 hero 同学，说的是哪一个槽？是下面的槽还是上面的槽？是下面的这个梯形槽吗？梯形槽的话是有专门的这个，有专门的梯形槽这个梯形刀啊，它这个是有标准的刀具的啊，你直接可以买就可以了，直接买就可以了。如果是因为像这个梯形槽的话，它有专门的标准啊，这个你们直接查这个手册就可以了。梯形槽的话，加工这个铝合金的话，它有一种有很多齿的，有很多齿的。
为什么要很多齿？这个你说起这个，说起这个的话，为什么加工这个铝合金的话要用多齿的刀？有没有同学知道为什么要用多齿的刀？有没有同学知道为什么很少用这个两尺四尺的为什么用的很少？不易损坏。对，排泄是一个问题，排泄是一个问题，稳定也是个问题，效率呢也是个问题。还有啊，因为当然也是跟这个稳定有关了，因为你这个齿一多的话，它每次切的这个同样的这个深度的话，同样的这个进给率的话，它每一个刀的这个切削的这个量，切削的这个料的话就会很少啊，很少。然后这个刀具的话使用寿命的话会比较长一点啊，就它这个震动也会相对会少一些。你如果是两尺的话，你要求这个转速就相对来说非常高啊，然后它这个磨损也快，到时候加工出来，因为你这个刀具加工的时间一长的话，它这个磨损一大的话，它这个前面跟后面的这个尺寸啊就会有误差啊。这个刀刃的话有很多种啊，刀刃有很多种，它有很多种数量的啊，有4、5、6、7、8、9，你这的去定制的话都没关系啊，都没关系。因为像这个的话，你自己可以去那个啊，可以自己去根据实际情况。对啊，玉米刀不太合适啊，玉米刀不太合适，玉米刀不太合适啊。你像玉米刀的话，像我见过的那是属于利息刀之类的啊，利息刀那种加工那种比较硬的材料才当然了，根据什么样的刀片啊，看什么样的刀片啊。像这里的话用这个梯形刀是比较合适的啊，但是尽量用这个齿数稍微多一点的啊，齿数稍微多一点的啊。当然那个你进刀不能够进的太多了啊，你进刀进的太多的话，因为像这个铝合金的话它容易变形的话，线割的话你觉得一般的这个线切割的话有这么能够切割这么长吗？如果立起来的话，如果是有特殊要求的话，你确实没有这个设备，但是你厂里面有这个线切割有这个快走式的话啊，如果又没有多高的话，我这个有600啊，你看有600高，如果能够加工出来的话，你确实不考虑成本的话，线切割也没关系啊，线切割也没关系。当然了，你如果厂里面，当然线切割你切割的慢的话，把那个工艺搞好的话也没事啊，因为线切割的高度没这么高啊，不能一般的线切割我是见过的切不了这么高啊，它能够切200-300就不错了啊。3.2没事啊，3.2可以切到啊，但是这个铝件的话用线切割的话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它一切的话，它有时候它这个材料不好的话，它有时候会那个啊，没有火化啊，到时候切不了啊。对啊，铝的就是这个麻烦，年限啊，年限。有时候一年的它没起火化的话，就直接会闷断，把这个丝闷断啊。到时候换要换这个线切割这个线的话，有时候也挺麻烦的啊。尤其是天寒地冻的时候，谁都不想动啊，都希望它一次把它切完了。好，这个的话呢，这个像这个里面的这个边呢，还有这个边。加工完后一定也要倒角啊，像这个倒里面这个倒角的话怎么搞呢，它也有专门的那种刀具啊，也有专门的刀具，直接就是一次就可以倒过去啊，倒个1-2毫米就可以了，关键是把这个毛刺把它那个
把这个披风毛刺搞掉，就是也是一个安全上的问题啊，也是一个美观上的问题。这个呢我相信应该都比较了解了，这个我就不讲了，这个不讲了，我们讲下一个东西啊，讲下一个东西。好，大家看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有没有同学知道这应该标准名字应该叫什么？对，齿轮轴啊，齿轮轴。当然从第一感觉上面你们看上去这个齿轮从设计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认为这个轴有问题的同学把问题提出来，打在这个公屏上面啊，不是太贵啊，不是太贵啊，我是说的这个从设计结构上来说啊，我们不说别的，就光从这个从你们看到的第一眼上去，第一眼看上去啊，应该用什么样的办法，或者说这个结构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啊，感觉笨重啊，想象力都比较丰富啊。其实像这种轴的话啊，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分开啊，可以分开，然后就是说在这个轴的这个跟这个齿轮的话啊，对啊，这样确实是太浪费材料啊，所以做成封底式的是比较好啊。焊上去也有啊，焊上去的也有，像这个一般用的最多的，常用的用的最多的就是用一个平键啊，一个平键在这个轴上面啊锁住，这个的话是相对是比较合理的，相对比较合理。然后这边这个键呢、啊，花键的话加工成本有点高啊，当然也可以用了，不是说不能用啊，花键可以。看看受力的大小啊，如果只是受力不是很大的话，对，轴线穿透没错。如果是只是用那个键的话，是会轴线穿透啊，这个是没错的啊。那么怎么让它去轴线不穿透的话，那就是这个轴的结构的问题了啊，轴的结构的问题了。啊，我们从一头往另一头讲啊，我们一头一头的来，首先。卡簧不行啊，用在齿轮上面用卡簧是不行的、啊。因为这个方法的话，方法、啊、其实有很多种啊，看你用在什么场合。这都是怎么画出来？这属于画图的方面了啊。像这个呢，如果你会这个 SolidWorks 画图的话，这个是没关系的啊。这个是我用那个 CASA 画的一个截面啊，直接生成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用那个麦迪，对，用麦迪也可以啊，用麦迪直接生成也可以啊。然后这个轴呢，我们从这一头看上去啊，像这个键的话其实这个结构的话，在很多的时候啊，很多地方很多人也会用这种结构啊，但是这样有一个什么坏处，有一种缺点呢，有没有同学知道这个开口的键槽有没有什么缺点，有没有同学知道？假如这边是装一个连轴器啊，希望同学们能够踊跃发言啊。如果你们发言的越多的话，就能够知道自己的不足啊。如果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了，什么都不说的话，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懂不懂啊。
其实这个不是强度够不够的问题啊，当然了，你能够想到强度的问题，其实也不错了，也不错了，因为这个剑，这个像这种情况啊，松动的话，其实不是还不是最主要的啊，如果这头装了连轴器的话。如果用这个凯尔特，如果要更换连轴器的话，你拆了一次之后，它这个一拆开的话，容易这个口子变大，变大的话，它就会越来越松啊，越来越松。哎，所以这个结构的话，其实不是很合理的，不是很合理的。像我们现在很多设计的时候，尽可能的考虑这个剑槽在这个轴的里面啊，做一个像这样的啊，做一个封闭的这个剑槽啊。为什么会变大是吧？你总是拆来拆去，你说会不会？你打进去的时候，有时候没打好的话，它一偏的话，它这个口就有点斜，一斜的话，它是不是慢慢的就变大了？你拆的越次数越多，它这个剑的话肯定是越松的啊。而且到时候连轴器的话。连轴器的话，因为你这个地方如果敲得变形的话，连轴器到时候都很难装进去啊，到时候就很难装进去。所以的话，你如果是那种，没错啊，有时候确实是为了省事啊，确实是有时候偷懒啊。开口确实很好加工，直接一个洗刀一过去把它分装，直接一刀就搞定了是吧？所以这个剑槽的这个形式的话，看你具体用在哪个地方啊，看你具体用在哪个地方，就是你们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实际情况啊，考虑实际情况。然后呢，我标的这两个面啊，这两个面是装的轴承，装的轴承啊。那么这个位置还有这边呢，这个台阶的高度啊，其实也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有没有同学知道为什么不合理？当然你们在你们觉得不合理的情况下，是应该要考虑什么问题？在这个位置，如果是你们设计的话，装这个轴承的话，这个台阶你们应该怎么去考虑？有没有同学知道？对，这个好孩子，这位同学说得很对啊。所以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个，一定要查这个轴承内圈这个高度啊，如果超过的话，到时候直接就卡死了，直接就卡死了。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位置啊，这个相交的位置啊，尽可能的不要去用这个直角啊，这个地方尽可能用我导一下圆角啊，尽可能用圆角。然后这个圆角的大小的话一定要查这个轴承的这个内圈的这个圆弧大小啊，应力集中是一个问题啊。然后这个因为它这个轴承内圈都是有圆弧的啊，如果你这个轴承内圈的这个圆弧比这个这里啊，我等一下啊，如果这个圆弧比这个轴承内圈的圆弧要大的话，到时候装配的时候它就装不到位啊，它就刚好被这个圆弧挡住了，刚好被这个圆弧挡住。
所以这个圆弧角的话，一定要比这个轴承内圈的这个圆弧一定要小啊，一定要小。假如这个轴承内圈的这个圆弧是，假如啊是2毫米，所以你这个圆弧，这个圆弧角的话，轴承的圆弧角一定不能够超过2毫米啊，只能比2毫米小。这个有没有明白？最好不要一样大，为什么呢？因为你加工的时候啊，加工这个圆弧的时候，因为是加工件，它肯定会有误差啊，肯定会有误差。如果它误差是0.1的话，你那个轴承内圈如果是标准的话，说不定这个地方就有，当然可能就有0.1左右的误差了啊。到底是大于0.1还是小于0.1，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所以呢，这个圆弧的这个轴承的这个圆弧的话，一定不能够大于这个轴承内圈。你如果没考虑这一点的话，到时候返工的话也比较麻烦啊，返工的都比较麻烦。一旦是这个圆弧角车大了，就没办法改小了。这一点理不理解？明不明白？明白的同学给老师打个一。所以你们在设计的时候啊，这些细节上的问题一定要考虑进去啊。不要这个圆弧可以啊，不要这个圆弧也可以啊，但是啊，没错啊，但是切退到槽的话，对这个轴的这个削弱还是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削弱啊。退到槽也可以啊，当然了，你稍微一点点当然影响不大，影响不大啊，也可以用退到槽啊。只是呢，我们的设计原则就是在尽量不影响这个轴的强度的情况下，不影响破坏的这个面的情况下啊，尽可能就是用这个圆弧的啊，用这个圆弧的。假如是这个地方这一节是螺纹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啊，那就非得吹个退到槽了，那就不能是圆弧了。如果这一节是圆弧那个螺纹啊，不是这样的啊，不是因为好加工，因为像这个很多轴的话，它这个都有要求的，有强度要求的，对，有强度要求的。所以你不能光为了好加工啊，为了省事啊，像有些重要零件，假如啊这是一根减速器里面的这个齿轮轴的话，你如果是偷懒的话，那到时候就会出问题啊，这不是吓你们啊。因为它这个强度的话，虽然我们设计的时候这个轴的强度一般会比这个实际的这个实际的用的还是要安全系数还是要高一点啊。我们是根据实际的工况啊，我们在设计这个计算这个标准这个直径的时候，一般都会考虑一个工况系数啊，一个安全系数在里面，不是加的强度啊，圆弧的作用不是加的强度啊，它主要是避免这个应力集中啊，因为你转的时候它有那个扭矩啊，一扭的话它这个应力可以通过这个圆弧啊分散到其他地方去啊，分散到旁边去了，就没有集中在这个接口的位置啊，这个轴颈的位置啊。所以呢，很多的工艺的话，你们设计的时候肯定也是要注意的啊。假如这个是整体的话，整体齿轮的话，它也是要考虑这个圆弧的啊。当然，我们一般的情况下，不建议设计成这种这个一体的这个齿轮轴啊，除非是特殊的这个特殊的要求，非得要用这个一体式的，那就没办法啊。我们通常的情况下确实是设计成这个分体式的，第一个是好加工，第二个是节省材料，第三个呢
它相对这个成本的话会要低一些啊，会要低一些。然后更换的时候，后续的更换啊也比较方便。如果是个齿轮，如果齿轮这个轮齿断了或者是磨损了，达不到要求，达不到精度了，我们直接把这个拆下来，拆下来直接可以换一个齿轮啊，把它装上去就可以了。这点明不明白？这明白的话，给老师打个一。好，了解了啊。如果是不了解的话，下了课再，到时候可以通过 QQ 啊，通过 QQ 直接跟老师，向老师这边了解可以啊。像这两边的话。当然，我现在没讲工程图啊。像这种情况下，像这个轴跟装这个轴承的两个位置啊，一定要标这个圆柱度跟这个同轴度啊。因为轴承的话，一般都是很标准的，很标准的。你如果不标圆柱度的话，像车的话，这个不能算是基础啊，不能算是基础。如果是基础班的话，就不会讲那么详细啊，不会讲这个结构上的设计的那个，那么清楚啊。顶真孔，顶真孔的话，也有几种情况啊，有的是顶真孔，主要是为了方便加工啊，方便加工放了，为了方便测量，这个不能算是基础课啊。当然了，我今天讲的也算是比较基础了。本来是这个是因为上节课有很多同学他对这个机械加工这个工艺不了解啊，我这一节课是专门插进来讲这个机械工艺的，机械加工工艺的。因为如果不讲清楚的话，到时候你们设计的时候啊，到时候我一旦出题目的话啊。到时候设计我会出作业题目的啊，如果你们这个，如果现在不懂工艺的话，到时候设计出来如果不过关的话，到时候你们毕不了业啊。因为这个东西的话，我不知道在以前的基础课里面有没有讲啊，反正我觉得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有必要讲一下啊。哈哈。听他们说好像是有啊，然后如果是这个轴的话，当然啊，你既然报了我们这个 VIP 班的话，肯定考试是要有的啊，所以你们最好是听清楚啊，到时候设计出来问题的话，那就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了啊。这个工艺的话，是这个设计方面的一个重要内容啊，所以你们，当然我在这里讲的不是特别深啊，如果这是因为这个时间也确实不是很够啊，1个小时的话，如果是像这个，如果是齿轮轴的话，如果是在这个，如果这根轴是用在这个减速箱上面的话。它有很多工艺啊，像这个的话，装这个轴承的位置的话，一般的情况下都是需要磨的啊，是需要外面磨去磨的。它这两个顶尖孔的话，也是为了方便加工，为了方便到时候磨的话，到时候顶住磨啊，顶住磨。就是说，保证它的这个同轴度啊，两头的这个同轴度。我这里没有画工程图啊，因为这个的话，在很多情况下，它有的如果是为了这个美观的话，它这个顶尖孔的话，一般就是把这个磨好之后啊，最后还会把它这个直接把它不要了啊，有的会把它直接把它车掉了。当然，在车掉之前，你要考虑这个长度啊，不是随便把它，就是说把它车掉就，到时候这个轴短了就废掉了啊。
它有的呢，这个顶尖孔的话没有什么影响的话，没有特殊要求的话，你直接可以留在上面，不用管它，不用管它。像这里的话，如果是要求比较那个的话啊，比较严格的话，在这个齿轮上面，在这个齿轮上面啊，它有的还要那个进行热处理啊。你像有的是渗碳，有的是高频啊，有的是碳氮共渗啊。像这个高频的话，用的比较多啊，高频的话用的比较多。首先呢，它没有渗碳的那么麻烦啊，也就是说相对比较工艺比较常用一点。说到这里的话，对这个高频的话，这同学们有没有了解过的？知道这个高频的这个工艺的，给老师打个一。对，齿面高频啊，齿面高频。那么它高频的这个深度呢？我看头是挺帅。高频的话，简单的说呢，理解也可以理解成战火啊，可以理解成这样啊，就是等于说呢，把这个齿面加硬啊，齿面加硬，它的一般的深度的话，最大的深度高频的话，一般是最大是只有2毫米啊，当然我们根据这个齿轮的大小，这个模数的大小啊。不可能去在高频2毫米深度啊。如果是这个模数很小的话，一般的情况下在1毫米以内就可以了，1毫米以内，0.5以上啊，1毫米以内就可以了。如果像有的特殊的要求的话，你高频之后，它有的齿轮的话，它还要渗碳啊。就是增加它的这个表面硬度啊，增加它的耐磨性。这个有没有了解？了解的同学给老师打个一。不了解。在设计的时候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在这个技术要求里面啊，一定要写清楚啊，齿轮有个什么样的技术要求，是用什么样的材料，这个肯定要了解啊。你这个材料是有的材料的话，你像四五钢的话，它可以直接那个啊，像有的用的不是特别重要的场合的话，四五钢的话直接调直，然后可以在上面也去可以那个可以高频。像这个高频的话，又牵涉到这个中频跟这个公频啊。我不知道这里的同学有没有听说过啊，公频和这个中频。说了这么久，怎么连一个同学摔的鲜花都没有啊？一朵鲜花都没有，我喉咙都有点说那么久了啊。好，像这个的话啊，像这个的话，我相信你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啊，一个基本的了解了。到时候如果你们设计齿轮的话，设计齿轮的时候啊，这个技术要求一定要写清楚啊，一定要写清楚。这个看你这个实际的这个要求啊。高频啊，你知不知道那个加热深度？我天啊，高频的话怎么解释呢？它就是通过高频的这个电流啊，这个应该知道吧？这个应该知道啊。高频好像是十万的频率还是多少啊？10万还是1万到10万？公频的话。公频的话我记得好像是50啊，公频是50赫兹的，然后中频的话是
好像是一万，还是一万，还是多少？我不太，有点不太记得了。但是我知道这个工艺啊。十千，哇、哦，十千，好像是一万，我这个我不太记得了。像以前的，我记得的话是0.5不到2个毫米啊。这个将军月不错啊，将军月不错啊，能够及时帮老师把这个东西调出来，也给我增加了一下印象啊。我确实有的东西，因为怎么说呢，这个很多年了啊，很多年了，我确实有点不太记得啊。对啊，没错啊，就是一个感应发热线圈啊。像这个齿轮的话，有滚齿啊，一般是斩称法滚齿啊，滚齿用的多，叉齿也用啊，但是叉齿的效率没有滚齿的效率高啊。这一节课的话，这时间过得好快啊。我不知道在这里的同学到底有没有听明白这节课的内容啊。当然了，如果同学们遇到实际的问题的话，实际遇到的问题啊，可以直接加老师的 QQ， 到时候可以跟老师一起讨论啊，因为老师也不可能是万能的啊。内齿也可以滚啊，如果是齿轮很大的话，一样都可以滚出来啊。我主要是什么呢，我一般讲东西，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般讲得很细啊。当然我先声明啊，因为我有的东西也不可能完全懂啊，不可能完全懂。虽然的话，齿轮有标准件啊，齿轮有标准件的。因为这个东西呢，虽然我工作室确实是有十多年，但是呢，我感觉啊，就算十多年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不知道，这个希望同学们能够理解啊。好，今天的课呢，已经到时间了啊，已经到时间了。下节课的话，我们就讲这个选型了啊，包括气缸还有那些丝杆啊什么的，选型了啊。好，这节课的话，我们讲到这里啊，同学们，我们下节课再见啊。啊，非常感谢同学们的热情啊，我们下节课再见啊。暂停。